她是确实的一名生产女工，也是千千万万妈妈中的一个。我来确实六年多了，每天上班前必须更换工服、清洗、消毒，这是我每天工作的开始。抽检、装包、封袋、装箱，这是我每天工作的内容。很多人都觉得生产工人这份工作很普通，每天就是规划化的流水线操作，简单重复。而我觉得这份工作很重要，也很光荣，因为我知道在每个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都是一份细腻的呵护。好想啊，作为孩子的妈妈，我知道每个家长都希望给孩子最安全最好的，所以我们要求自己对每一个细节都要细致，任何环节都不能马虎。因为爱，所以细致。因为爱，却是从未停止用心。